沉迷于外卖，这是。我之前哎，不过他怎么老是跑出来，我也很好奇。别啃外卖了，来我手上待着。上来呀！这是啥家伙？干啥呢？不是你想吃外卖的啊，老皮卡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有点小优秀。被命运击住了腰，咽喉，走走走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他跑是从这儿跑出来的，怎么这球容易掉下来？行，回去就。他把这傻孩子饿的，外卖盒都不放过，看他怎么越狱啊！这波越狱现场。行，不越狱了就不越狱了。